起步咁啊，开边外档啦，推其两步咧快噶，咁啊黑色帽嗰匹咧就系金港郡主啦，里边落到黄色帽嘅玲珑王啊，开边第三位就白色帽嘅城通精英，反而咧红色帽嘅智魔锤咧第四位内档里边嚟噶吓，好啦，咁啊四只马细间球啦，啱啱过呢个八百米段柱，走中外档就占先少少嘅金港郡主咧，内档第二位咧见到就系玲珑王啊，第三位开边跑咗上嚟白色帽嘅城通精英，咁啊红色帽呢匹咧智魔锤喺第四位内档慢慢推进紧嘅，好啦，咁啊转嘅呢个四百米弯最后只。走中外档仲系占先啊！金港郡主里边落档少咗上嚟，见到玲珑王啦，中间咧亦都见到咧就系红色帽嗰匹智魔锤都插咗上嚟噶。后面第四位咧慢慢上紧咧，嗰只就系咧诶城东精英嚟嘅，兜到嚟最后二百米路程啦。走中外档仲系占先咧，就系嗰匹咧金港郡主。但系呢个时候咧，哇！嗰啲马少少唔系好规矩咧，就智魔锤咧推骑两步咧就反应好好嘅。第三位拖一万咧就见到玲珑王啦，咁反而咧就城东精英推骑落去反应麻麻地，冇咗走势噶。好啦，最后五十米越冲越劲就系智魔锤啊！智魔锤赢第一组试习，跑第二名咧，见到就系金港郡主，第三名玲珑王，跑第四名就系城通精英。